第一场要开始啦齁、啊、好啦，什么一听八修就不用喊啦，我想刚刚那一天已经很热血了、啊、就让我们大家好来欣赏一下啦。萨克把分数打上来了，之前玩爪子干嘛的，掉到3000多分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可见他很认真啦。有啦有啦，他玩上来齁，我有这个升龙，抓到啊，就说他很懂吧。哇，这个又到紧张了，又到紧张了。哇 ，SA 是哪一招 ？SA 是哪一招？哇，糟糕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哦，血量，而且他用为什么打狂果用 UC2 的小象？他这么发气功不是很讨厌吗？因为他的气功没有那么严重。哦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到底是吗？对。好，这样子第一场很快哦，很快。哎、欸，小象这第一场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。不，你看他 Yoro 还在紧，因为他那个原地跳的那一次跳的刚刚，真的是跳的刚刚好。Yoro 还在紧张，我觉得。还很难说，因为说第一场都是大家还在抓习惯，还在抓习惯，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有可能，对对，但是其实应该还在大家两个互相都还在抓时间。这个下段没挡到就不对了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那个看起来很像要剪摔、哦，因为其实狂鬼那地方 SA 过来他是先动的，所以你其实是不能够站的，你站的会走下段。讨厌，不敢解摔怎么办嘞、哦？这个用 SA 怎么样 SA 呢？怎么办？糟糕，他以为他会那个 DP。哇，太太赢了，还耍太连断呢、欸，太太想要搞连断，那站中脚跟不能。哎、欸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哇塞，还没出港，还没出海就船还没开到公海，还没开到公海就杀人了。哇哇。船还没到公海就这样1-0，好快哦！1-0，太快太快了。好，我们请 Yoro 加油好吗 ？Yoro， 加油，真的。非常多网络上非常多玩家都认为 Yoro 会赢哦，因为 Yoro 的气势、哦。看来赌盘今天要翻了。今天要翻盘了吗？公馆在笑，公馆在笑，公馆在笑，做庄家要笑了。回收 T 币哦，回收 T 币。我铺这个，铺这个，铺这个，铺好几个月，三年就是为了这一场。对啊，我 T 币怎么发出去？我是为了前面几集，前面500。就前面13集都是在为了铺这个梗，没错。我发那个 TB 就是为了要配这个时候，对。因为你们赢很多 TB 吗？我全部来收回来，一场就把你收回来，对不对？哇！但是我说实在话，是你们自己要压 Yoro 的，不能怪我们。你自己都压 Yoro， 你怎么这样？我没有压，我没有 TB 可以压，我们两个没有 TB 可以压。哇，好可怕！我们怎么喷 TB？ 我们两个工作就是喷 TB。没错，好，哦，来不及，这个好。我们要看看第二场，Yoro 看有没有抓到一些机会，抓到一些习惯，抓到一些机会哦。哎，这个升龙破绽很小，它那个升龙的硬质好像跟肯差不多。对。哇，太太一直想要哦，一直想要。为什么 Yoro 一直打狂鬼出 SA？ 他是想要抓重拳重脚，对不对？可能抓那个前重拳。对啊，那抓但是每次刚好太太就是滑过去。对。然后还有就是，他不是有一个起身都按 SA， 然后被那个被切到吗？他其实是要 SA 那个由上往下劈的那一招。哇，好猛啊！对啊，这位太太是哪里来的、啊？狂鬼有一个情形跟那个沙溢勇很像，就是下松脚气功或者是斧刃切到之后，对，都很容易可以带连段，而且连段很痛，连段很痛，这他的优势。真的要 Yoro 真的生活要不能自理了吗？这个样子他到底生活不能打到生活不能自理？哎呦呦呦 ，OK， Yoro 现在至少有气啊，有气有气啊！但是萨克太太还是感觉很主攻击，感觉还是他在控制你他现在那个节奏，他 SA 前前没有出来，要不然刚刚那个是一套连段，他好敢哦，赢了吧？刚刚那样子连段过去是赢了呢。太太没有，太太打得很保守。对。我刚刚那 SA 没有出 SC 的，哇，好一个失误，这是 Yoro 最爱的哦。对，他是最爱的 Yoro， 好爱这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啊，他前掉哪一张？不会吧？年轻人，年轻人失误了，年轻人，年轻人在干什么？年轻人就是年轻人，居然失误这种东西，哇哇，2-0呢？糟糕，怎么办呢？2-0，那按照萨克的讲法，应该接下来这场要输，因为他控制在2-3场。没有没有，我认为你要控制，你就是等你听牌。听牌6-0的时候再输到四，输到4-6这样子吗？真的。哇，萨克还是萨克，宝刀未老，宝刀未老。对，他虽然不是他的本命角，但是。大家真的不能小看萨克，我说萨克，萨克基本功很稳，他的基本功其实很稳的。真的，你不要看他傻傻的，不是傻傻的，不要看他疯疯癫癫，疯疯癫癫的。其实他真的打的时候，他打的时候他是很认真打的，认真的时候真的很厉害哦。太太在考虑要不要让了吗？哇，哎，
我今天要不要让？要不要让？今天难得看到阿 B 这么早也来看这场哦。阿 B 今天他妈一定没工作。阿 B 今天阿 B 今天逃兵了是吗？要不他就是在那个替代役那边偷看偷看哦。对，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三场哦。哦，好，这小升龙真好用。狂鬼的升龙是3F 是3F 的，对 3F 我觉得是个很好用的东西，很好用，很难。唯一缺点就是不能取消，命中确认可以取消，命中可以取消，可是那对我全讲我觉得没什么意义。等一下应该会出现了。哦，中，萨克太太在控制了吗？在控制了，他在控制比数了吗？可能这场是因为萨克他想要早点进攻，想要换一个节奏，对，可是刚好都被摔掉或者被打到，看他这样子弄倒，就会比较会比较吃亏一点。这个弄头没摔到，这个对决的话应该五五的啦，哦。我觉得目前来看，我觉得是五五的，应该是五吧。对，因为出哪方特别有，因为阿东被弄倒起身的时候，其实被折是很痛苦的。对，这一点对狂鬼来讲也是一样。对，那狂鬼拥有很强力的连段能力，阿东则是加拉 K 的牵制很强势。哇，我觉得 Yoro 看不出这东西真的不应该，我真的觉得。我跟你讲，我昨天跟赛克打二级场，对，他从头到尾没有用这个东西打。ES 没有一次打中，完全因为我觉得重的可以吗？普通的可以，普通的看不出来就算了。但是我说 ES 的你一定要看出来。哦，我一个这种。哇，他居然！哇，赛克太太示范了一个非常厚厚哎，他居然没摔他，居然厚厚哎。這個就是、他居然骗了他升龙拳，这个就心机好重啊！萨克太太的心机啊，真的是老奸巨猾，真的老奸，这个真的是心机有重啊！哇，痛！这位太太到底是哪来的？不是菜市场买菜的太太，哇，这位太太有没肝胆哦，真的心机玩很重。哦、OK。这厉害了，被逼在放到角落，看样子这很难说。太太控制比数也不是这样随便控制，哇！你 看不出来他到底前跳到底是背后后的那种、这个。这个对阿东来说，我就说为什么玩游戏就是要抓这个东西。哦，我觉得啦，我认为你要抓，你觉得要抓他后冲，我认为就是可以。哎、欸，看，这个很恐怖，讨厌啊！这个真的很讨厌，讨厌。但是你往后，我那天跟他打，我也是很讨厌这个。但是如果往后配一次就吃游戏，会吃吗？会吃，对啊，但是说实在话，你要等到有 UC 才能这样。但是你开场前面就很痛苦，你血量落后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赔？哇，进不去啊，3-0耶，一瞬间3-0了。我们这边帮大家可以赶快帮 Yoro 加油一下 ，Yoro 加油 ，Yoro 加油 ，Yoro 加油好吗 ？Yoro 加油！哇，这个太太可能要赶去买菜了，我觉得，因为太太我要赶去买菜了，赶快去楼下超市买菜啊！豆腐特价直到今天，我要赶快去一下。他超市关门之前，我赶快赶过去。哇塞，太太会控制比数吗？小象你觉得？我觉得是不会，还是就这样？他这个个性才不会嘞，还是直接把他碾过去？他直接就把他碾过去了，真的吗？他能够碾人，他一定不会手软。据我对他了解，他是这种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Yoro。我们这样看哦，比赛的时候 Yoro 已经再见了，已经掉败部了。已经到败部了，已经到败部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是冠军战，他已经是被 reset 的哥哥还被领先，哇，对不对？就是、说一冠都被吃掉还输，一冠都被吃掉还输，哇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Yoro， 当然说真的 ，Yoro 完全衰 ，Yoro 绝对不弱哦，没错，毋庸置疑的。我们来看 Yoro 如何赶快来做一些调整。刚刚是确反，好像是哦。你说那个站青脚吗？前没有前重拳挡住之后，那个下中拳。哇哦，升龙拳。哇、哦，這個、你看不出来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他是前面后面。Yoro 又失误了 ，Yoro 这太可惜。好，有机会。那个是哦，有机会哦。啊！这位太太，不错，很怕就是这样子，因为脸都太痛了，你再摸一次就很难受。哇哦，这位太太太凶悍了，这位太太。这位太太是哪来的？这位太太听说是那个画工画图的，做画图的。这位太太不去买菜，这边摧残我们 Yoro 要干嘛？哦，不错，很稳定哎、欸。我们现在看啊，他现在两个，他有三个气，他只要你看，他只要一次连段能接得到，对，都可以打到3/3以上。哇，好、哦，刚刚是 SC， 刚刚是 SC 过去，啊 ，SC 过去要 UC， 对，好了，这边两位，太太，这个站青脚，站中脚抓你的 Jungle 也是不错，那好东西。好出来了，好，漂亮 ，Yoro 赶快回稳哦。感觉这样 Yoro 还是打的不是很顺，我认为他现在是属于被动。他打的不是很顺，他搞不清楚现在状况是什么。Yoro 可以把墨镜拿下来了 ，Yoro， 我的屏幕看不太清楚。消化器啊，不一定要换本尊啊。好。
哇，太太是很稳哦。Yoro Yoro生气要拿出年轻人的猛攻哦，不错，最后一刻再确认，没错，就照这样。现在后摔，后摔来，哇，这不是三 F， 这没办法剪掉，这三 F 太讨厌了，没错，直接把它打掉就对了，不要看前后，直接打掉是最好的方法。哦，后面抓到 ，OK， 哇，这个很痛，这个很痛 ，UC 来一个，有一个剩一半，真的蛮痛的。哦，差点中哦，这个差点中，差点就赠送下去。哎呀，不行，哎呀，可惜没，危险，哇，可以，可以，这个中断，这个安全，这是安全，这个防摔又防你的那个升龙拳，还有你的跳压，对，跳压。哦，好，三比一，三比一哦。这是太太在控制比数，还是 Yoro 不稳嘞？搞不清楚。太太很讨厌你这话一讲出来 ，Yoro 两个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。现在还不晓得啦。嗯、对，我相信两个都很认真打。很认真啊，很认真啊。Yoro 我相信萨克也不会再让啦。说真的，他这个这种程度的对决，你一让你可能就倒地不起。对，你可能气势一去就不回了吧？没错。我相信这边一定有很多观众其实是帮Yoro 加油的，大部分玩家都帮 Yoro 加油啊，少部分玩家才帮。有可能啊，为什么萨克太猖狂啊？萨克太猖狂，他连拍个影片都要从下往上拍，就是要鼻孔看着，就要鼻孔看着，所以没看到他的，我们把他取的叫什么"狂者无敌"有没有？哇，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有常出现，他加班很忙。就像萨克讲，他虽然处于半退休，但是虽然我们现在节目又开始啊，说真的，我们也很哦中了 S A， 抓到中了，超痛的角落啊！啊，出这个切，按他哇，这个也痛，他就在等这个，他就在等这个。他其实 S 起身 S A 都是为了等这个，只是前面都被那个萨克去切到，因为切是破甲的。这个风险会不会太大？你看他回报率高，回报率高，好漂亮，好没关系。有的话讲话漂亮，不错不错，漂亮哦，漂亮。其实刚刚在讲话呢，的确他 S S 有道理，因为正常来讲，你是狂鬼，你也不会想用切的换边自己进角落嘛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、对，你会不会想的？好嘛，这样比赛才精彩嘛。有赶快回我。哦，不错哦，这超痛的，痛了。来取消，再来一个。哦，来 reset。这个，再连续三切三下，这超讨厌，这不是刚刚超讨厌，这不是刚影片里头播出来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没有预录哦，各位，不是预录，不是预录的 live 哦。好 ，live S， 有龙，有龙猛攻，有龙要猛攻了，他不管了。OK， 哇，死了，这痛死了，这好痛，哎，差一点呢。那也死了啊，不死也半条命了吧？不可以，怎么会那么天真？哎，太天真了！怎么会那么天真呢？哇塞！对，哦，这个就是萨克在控制比数的手段吧？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吗？现在是三比二，三比二，三比二，精彩，精彩哦！没有那么简单就，没有那么简单就一次。我刚刚就想说，发气功可以，但是你发一个 S， 发个气功 SA 后。你好歹可能还不会中那个，发一个闪电气功那边集气。对啊，那你也不取消，取消了还没话讲，都还有机会。对对对对，就不会被那个打掉。好，没关系啊，这有可能就是萨克的控制比数的手段。或许他就是要，他就是故意，但是他让人漂亮这样子。萨克有表示说，其实你以为你是 S C 放人漂亮，其实一切都在我的预算。萨克有这么深吗？萨克的城府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场。哦，这已经第六场，现在三比二哦。太太赶着去买酱油啊！太太要买酱油。太太，哦，站中脚，这个两下头，哇，痛了！为什么会有对空？因为怕他往后喷，怕真的会会有头晕。哇，前面两场的梗非常发生。对，是这个切超好用的。这个真的很讨厌。OK， 可能会晕哦。套路，套路还没成功，不是没成功，他是后后了，他后后闪过、哦，真的、啊，然后他没反，一时间，好危险，太太危险，没反应好，太太危险，摔，太太要昏了 ，OK 前摔，再来升龙了吗？哇，好漂亮，还是凹了凹了又凹了什么？我无言呢、欸，太太，我无言呢、欸，这个就是太太。不是说实在话，那个地方发地面比较正常，太太，但是我有时候那一瞬间觉得啊，发地面的应该就没事。我跟你讲，你想到 Yoro 的下两步，太太想到第三步，这就是太太，这就是太太，这就是太太，太太的酱油好厉害，太厉害了，太太，太太的酱油好厉害，哇！那个神龙拳还可以劝板呢、欸，他只是没劝板好的辣，我的天哪，刚刚那个放烟火晕了，哇，太太的 SA。
太太刚刚那招翻脸了，太太要不要我觉得 Yoro 整个傻掉吧，我也傻掉了，哇塞，我也傻掉了，因为其实这样，他如果发地面的挡住，狂鬼是没有空隙的，对，所以他可能想说，你发地面的，我就用神龙拳把你吃掉，对，好了，然后没想到他出神龙拳，他就往上打。就莫名其妙就死了。太太放鞭炮啊，各位，太太真的放鞭炮啊！他一切都在他的计划、计算之中，都在太太的掌握。他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太太的能力真的强大到如此。我觉得我开始有威胁感了。我觉得我有害怕到，有害怕。他这个程度让我害怕到，害怕。他没有计算到这个程度，我真的觉得害怕。哇塞！好啦，小象，你知道他连影视展也不是偶然的吗？哦，真的不是，真的哦，表示很厉害，表示太太打抢气有认真呢，有认真，他心理战斗是了不起，不简单不简单，这个凹也要凹一个，而且其实你我说实在话，狂鬼是需要指令能力的角色，对，他的连段其实是表现得相当需要稳定，对，哇，这个战众角开场被跳入也太。太惨了！94秒血剩一半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看？这通常是阿东的，我阿东才会这样。94秒血剩一半呢、欸啊？哇！可能很难说。现在在角落，讲在角落，我有摔，这个摔的性能真的很强，漂亮。这个是骗 set， 对 set， 骗反方向的。好，优欧也展现了他的一个很少见的、很少见的 set 哦，漂亮漂亮。虽然94秒血被打剩一半，但是还是可以马上逆转，还是逆转回来了。阿东的性能是很好的。快打旋风就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东西啊，你也可快也可慢，对，也可慢，因为你 set 这种东西真的是很恐怖的哦。好，双方杆子都不要猛，有都太危险了。好，优洛这原地跳蛮好玩，他是抓一个三伏安全跳对吧？好像是，他是抓，然后你不知道该过还是不勾，对。但是说真的，那个时候好好挡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危险。对，但是他就是会有时候会走过来摔你，但是优洛他其实是很喜欢。reset， 他就喜欢这种这个 reset 的，有了，漂亮血反，哇，太太死命前的挣扎挡住了，漂亮，没有办法，对，这只能猜一个，哇，精彩精彩精彩 ，Yoro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我们现在比数已经还是在一三四比三，四比三吗？还是只有压一场，咬得很紧，太太的比较精彩，太太说他会控制在两三场哦，差不多嘛，对。四比三，所以他只能再输一场喽。画面切换，我喝饮料被大家发现了。好，我们每天要只能再输一场，只能再输一场吗？对啊，他才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七比四结束。我真的期待可以打到第五十，真的，我期待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出现对，真的真的，很精彩哦，真的。因为我很喜欢猛攻，因为我是他喜欢猛攻型的，所以。比赛会进行的快是很正常，而且沙克他一旦这种角色也是属于一旦可以把对方弄倒，你就要一直压制，因为他的胜率是来自于这里。OK， 他升龙拳不能取消，相对的在防御上是比较弱势的。其实如果这样比起来 ，RB 就是属于比较稳的玩家哦，就是进攻跟我觉得厉害的玩家都、哦、对厉害的玩家都是你进攻跟防守都要做得很好，都做得很好的。对，哇，骗到骗到了。不错不错，没有气他也打出最大波最大破坏力。我觉得 Yoro 现在正在一直苦恼要怎么去对应那个空压，我觉得。我很头痛，那个其实真的没辙。真的没辙，真的没辙。但是欧尼这种角色他就是。就是靠这个。优势没错。哇哦。哇，还好没事，送个小灯笼无伤大雅哦。这还可以。是，这还可以。对，好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哇，这边这个是可能被拆掉。Yoro 看出来 ，Yoro 看出来了。他可能说不会有连续两次后退，反正他无所谓啊。他想说你往后碰，我出重拳位，没错，对吧？或者是现在想要跟他相杀也可以，抓准就打下去。哦，接下来差一点点，哇，又被后摔，后摔，后摔，又原地跳。哦，原来他原地跳是在扑这个，他会喷这个，他在扑一个，就是你不知道到底红票这样。对，哇，哦，漂亮，好痛，比数可能要拉回来了。你说拉回来，这边有套路吧？有套路，有有，而且我在前面看不出来，这个、很难看的东西，这个没办法了，快死了！哇 ，Yoro 醒了、欸，四比四哦，追平追平哎、欸，不错不错，精彩哦 ，Yoro 这样子把墨镜拿下来喽 ，Yoro 因为我把墨镜拿下来了，把墨镜拿下来，然后戴上他的近视眼镜。到，然后刚刚其实看不到，他刚刚可能想说打抢戏就是要耍帅，所以把墨镜戴上来，没错，就他麦走过，哎、欸，我在室内戴什么墨镜？好，哇，这很精彩，四比四，四比四，
萨克太太的气势被压下去了吗？但是通常到这个中段的时候，就是开始看出来谁会有办法、有本事做调整，再做好调整。对对，比赛中可以再做抢七，基本上你可以做到两次调整是没有问题的，可以做到有机会让你做到两次调整。哇哦，所以阿 B 不是阿 B 哦，那个 Yoro 他还讲说，他在这前几天他也讨论一下针对这三 F。狂鬼他有做了一些套路的研究，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其中之一。这应该是其中之一。所以空跳打挖下段这个也是。对。所以你往后他一定有附带。没错。但是那个地方其实后后其实有会比较安全，相对。顶多就是青森龙。青森龙或是一个下重拳这样。那、啊、下重脚嘞？啊？下重脚应该扫得到、哦。扫得到，但是比较慢嘛。OK。确，哎、欸，这不是可以确反吗？可以，但是他但是太太不敢确。就是可能他不想凹那个身龙，他不想凹那个站着挡住那个地面的加港，不是可以？有一些角色不行，啊、真的、啊，有一些角色没有。三 F 的身龙应该可以的吧？三 F 我有一些角色挡站挡也不会是负三，哦，很少，但是有一些角色的确。看样子萨克太太也是有研究过、哦嗯，我记得飞龙就不是。飞龙就哇，飞龙来了，就没有，就常常不是负三。哇，又来又要抓这个谁谁，又是哎 ，Yoro 就是想要抓一次打到你，给你死。对，这就是年轻人、啊，他会赌，就是赌这个一次要升天的这种东西。没错，哎呀，他一次哦，痛了，可惜痛了，这超痛，这个也够痛了，这个也够痛了。好，哇，看他这样好准哦，太太，这位太太，这位太太怎么回事嘞？哇，打上三秒，太太，太太，这位太太不简单。马上哎、欸，马上就变五比四嘞、欸！嗯，抓到习惯了，抓到习惯了吗？他刚刚一个加嘎 key 被 TNT 跳就喷了，就喷了，就喷了。马上就喷。更何况你被抓到这种大输出，这次是玩阿东辛苦的地方，就是加嘎 key 虽然很强，可是你真的只要被对手算到一次，你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回合就兵败如山倒，就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放加嘎 key 这一点，你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哇！你力回要如何去做到这件事情，就跟你气功发的好不好其实是一样困难。是很困难的，很困难，真的真的。这个五五对决果然好看，这个。对，而且上位玩家其实对于加拉 key 的 timing 其实都很有心，都很有准备。没错。所以不能够随便乱放是必然。所以还是要稳稳的地面拳脚力回。对，我的想法是我是这样打的。OK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 ，Yoro Yoro 能否马上做调整呢？哇，应该是空中加卡，空中加卡直接踢到也不简单。哎、欸，这个挖下段不错啊，不错哎、欸，蛮有车的哈、啊。哇，太太受不了出声了，受不了了。OK， 这连太太都受不了，能够让太太受不了不简单，真的。哦，有，最大连段。哇，哎，太太受不了啦，太太，这个Yoro的猛攻让太太受不了啦。哦，这场双方。打得很精彩哦，该做的附带什么都没有少哦。没错，就是基本上现在好像都是属于一个，只要被对手逮到套路的循环打到之后，你就会开始，就会那一方就会倒。对，哦，现在像现在这样，哇 ，Yoro 有机会哦 ，Yoro 这个想太多，他刚轻脚进去连段应该。哦，他 reset， 哎、欸，所以刚刚他直接摔掉，或许这就是他的对策。好方法，但是太太万一直接接空压怎么办？哇，接空压也不会怎样，会连段啊。哇！接空压哦 ，Yoro 表示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了，他马上一阵猛攻，太太受不了了，五比五，看起来应该有机会要 deuce 哦，对，比双方的底力哦，每一场就要马上做调整哦。而且我觉得开这种三人房的好处就是，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就在想，我哪边做错了？嗯，还有一点时间给你思考。然后或者是如果完全被压倒了，你这时候就脑袋一片空白，想完了我要到底要怎么打？嗯。但我相信这两位玩家应该都不会一下子被压倒、哦。好、哦，这样子有很多玩家认为 Yoro 他是用500的造型哦。现在这场要看一下，我觉得这场可能还在 Yoro 的节奏当中吧。真的吗？这场应该是哦。因为我目前
因为我还没有领先过嘛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能不能领先，对他来讲是一个。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太太的气势哦，气势不能输哦。对他不能输在这个地方，输、啊、在这个地方他会接下来就麻烦。老将不死哦，无限你。哇，打掉了 ，Yoro。Yoro 已经哦，好耶，连断了他这个，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他真的以为他可能会用那个妖魂的切背后面的、欸、这个哇，对，还在 reset， 中的是没有确反的。好、哦，不是 reset 啦，他是一瞬间挡住之后犹豫了，然后被摸到，被摸到，被打康，直接昏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嘞？现在 Yoro 要怎么办？对方不是小花朵啊。哦，这次他真的想要前跳按重攻击，结果就被神龙，瞬间就被神龙。所以 Yoro 其实有在等那个点，有在等，也是要布这个局。哎、欸，这个轻拳摸到真的很痛，痛两个气通可以打快一半。他这个延迟摔真的是够讨厌。嗯，而且后摔完之后又有那个漂亮后折，这个反应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呢？我很不解的，为什么阿东每次这个习惯，这个是下重拳跟压箱杀，不站中脚，站中脚，跟压箱，那是一个习惯，马上就是接下轻拳，那是一个习惯，因为你按站中脚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准备好接下来要木压了。哦，对，看样子太虽然刚刚那场受不了，赢了，哎呀，哇，要怎么办？好摔。原地跳吗？不是啊，套路，好套路，这个好东西，这个好东西，这个东西打背吧。这好像是不可防，不可对某些角色有不可防。蹲下就没事吗？平玉娃听到了没？赶快发简讯给萨克太太，蹲下就没事。蹲下其实就没事，真的蹲下就没事。对，蹲下做得好的话，对，做不好的话蹲下都有事啊。对，哇，太太，做得好的话蹲下也没事。太太，哇，这个用背来攻击，来打招呼。哇，这个挖下段为什么 Yoro 一直会？因为你会想要怕被摔，因为而且为什么你的摔很强？有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有了前摔，这個、地方 OK。好，神龙没有，太太受不了吗？太太受不了吗？哦 ，SS 后悔也是好东西，好的，挖到了，有了，哇 ，Yoro 领先了 ，Yoro 领先了，哇塞，哇，还没死，差一点点，太太的逆袭要来了吗？哎、欸、呦，好敢哎、欸！哎呀，不要凹这种东西，真的不要赌。这也不能凹啦，这就是二折嘛，就是一个二折啊。他也可以挖前面，他也可以挖后面，他就是你，然后挡的那方就是要拆，你是要后了。对，可惜耶、欸，又有金牌嘞，6-5，6-5啦。希望萨克可以赢这场。萨克 Yoro 落后一整个大半场，就在最后先停。可是我其实刚刚觉得说，因为萨克有四格气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其实可以拼拼看，就是移动瞬移杀。我觉得他刚气还没满。他气满了。我记得好像最后一刻才满诶、欸。如果有的话，我认为瞬移杀是个非常好的手段，非常容易抓到人。但是你要想说，阿东可能会乱动啊，乱动就不知道了。这个就是打心理，至少你多一个武器啊。好、哦，看着很多玩家已经很开心啦。刚刚沙克也快赢了，结果被Yoro逆转回来。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太太究竟是太太要去楼下买菜了嘞，还是说太太会继续奋战嘞 ？OK。哦哟，好东西，哇，不错不错，漂亮，不错这样，很好。好痛，好痛，不要解摔，不要解摔，然后再挖下段就要昏的，又是想要呢，就要昏摔。哎呀，他这次居然没有 AC 到，送危险。OK， 哇，好，他很敢摔哦。Yoro 要猛攻了 ，Yoro 后，Yoro 一直很敢摔哦，哇，会晕哦，哇，骗到了，他没有气啦，他当然不会用那一招。对，太太，不是啊，这是套路，这套路，这套路啊，前面被踢了三次，套路骗是不是？这个短时间是谁都会慌嘛。对，太太加油啊，太太，太太拿出你狂傲的，哇，好痛。哇，真的太受不了了，太太受不了了，这位太太。好，太太连断了。太太，哇，又来，又中。为什么下段都会挖到嘞？小将可以跟我讲吗？哎、欸，他直接啊，我知道了，他怕 reset。他刚刚都在按摔。哦。就是、想说你如果 reset 的话，我就把你摔掉。所以，然后沙克就用中的那招的时候，他就是解摔，然后就被那个劈下去。哇，就被扒跑就对了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。所以你如果狂鬼想要用那个往后跑，就不是就是想要那个切背后去 reset， 你就被摔走了。对。但是你如果用网球上面切下来的，又来了，然后解摔啊，又来了。但其实他先动啊，你没办法解摔，危险。
危险了吗？太危险了吗？这地方太被黏住，其实是很难过的。没事，太太看穿了，这就是太太，而且太太血跟气条都领先。Yoro 怎么办 ？Yoro 什么都没有了。哦，不错哦。Yoro 只剩下年轻的肉体。哇，头锥，连到的输了。头锥，哇，丢死！哇，我们的公馆打得好开心啊！第一晚我也很开心，公馆打得好开心啊！第一晚 ，TD 还 TP 还有机会出来，哇，我很开心，是总算出来了，真的真的真的 ，Deuce 这个才好看嘛，这样不错不错，这才叫专业，这个就是专业，这就是专业，对吧？好啦，康子船已经开到公海啦，这两位可以肆无忌惮的开杀了，我觉得现在还有呢，对啊，接下来就看谁比耐力。果然，你看 Deuce 大家都很开心，这边就是比耐力了，想看 Deuce 嘛，这边就看耐力了。现在 Deuce 的一方必须要连赢两场哦，对，要连赢，要连赢哦，中断都不行哦。不是连赢两场，就是赢超过两场的人，他不用连赢两场吧？没有啊，有可能连赢三场。我如果落后你一场，我要连赢三场，我才是赢你啊。不用啊。Deuce 要连赢两场，不是 ，Deuce 是你落后一分，我跟你打回来，对，我又回到 Deuce， 当然，但我懂意思，对，没错，就是比数先，要小象的梗啊，比数要超越二才行，对，比数就是你落后一的情况是你要连赢三场，没错。好，小象怕大家搞错 Deuce 哦，反正你们就是可以看更多精彩的比赛啊，各位，没错，就是要超前两分。哇！底叶神龙很敢，底叶神龙很敢，没有气的时候没有气，底叶神龙哎，好漂亮，撑住，熬到啊，太受不了了。这个地方也看得出来欧尼有好处啊，欧尼的血是1000，他还比阿东多50。奇怪，好鬼的血这么少，为什么觉醒之后血这么多？死了，还没死啊？死了，好像差一点，死了，差一格，这就没有血，没有资源了，为什么不？没有资源了，没办法了。为什么不发闪电气功？我们的 Deuce 没上线哦，我们这很大胆，我们开 Deuce 无上线哦。Deuce 无上线，你有本事给我打到明天早上。有本事我们就打到今天活动二打二都取消哦。就打到 Deuce 哦，好吧，就是死斗啊。我记得头上海有一次打到11-13这样。真的？是那一次是那个 YHC 打。打那个乌流，打乌流，13-11，好，好硬。我们看看今天会怎么办啊？虽然今天没有放台风假，但是我们要继续打下去。哇，勾得好，反向勾，精彩，踢背，哦，被踢到了，解摔被加拉 K 打到，漂亮。好了，刚才双方我觉得都热开来了，我觉得这个双方都热开来了。那这边要看一下。有咯，有喷呢、欸，哇、哦！你看，好安全哦，很安全啊。所以你一直在那边按解摔，其实不是安全的方法。我没有看，凹身弄也不是好方法。对，就穿过去了吧。你想说他怕reset，他有另外一种方法reset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对那个没有意义，太难说，不能接太远，太远是吧？太远，没在角落不行。哇哟！哇！公馆发出哦，大家听到公馆的哀嚎啦。哇，这个比赛不错不错，这两位沙哥现在又开始逆转了，现在他又领先。太太，纪伟太太，他以为他赢了。哎，纪伟太太，他以为他赢了，他不知道是 Deuce 吗？好，他不知道是 Deuce 吗？让我们来先跟太太联络一下。你再把他邀进来好了 ，Yoro， 再把他邀进来 ，Yoro 再把太太邀进来。好，太太太兴奋了，我觉得。应该不是吧？等一下哦，让我们现场联络一下太太。还是要断线的？不可能的，那断那么刚好的。我们现场赶快联络一下太太哦。好。哇，还是太太先去买菜了嘞。太太说不行啊，你要楼下超市9:30就关门的。我先去买完菜回来再打。还没完哦，还没完。好了，我们请。这样是7-6嘛，对不对？六还没完，还没完。抢七 Deuce 哦，我觉得太太真的认为，哦，太太回来了，太太很快抢到菜了，太太抢到菜了哦。他是不知道规则吗？应该知道啊，比赛前都会知道。好啦，还是他真的断，他可能是真的断线。没关系，好，没关系哦，好，太太回来了。我们请场边的那个公馆大大可以帮忙联系一下太太。好，我跟他讲了，哦，他赖不断线哦。
S man 都在那弄一下，好，那那个跳跳的刚刚好的，主人在叫太太啦，主人在叫太太，太太受不了啦。好，现在是7-6，七比六，太，现在是7-6，太太领先哦，太太只要再赢一盘，再赢一盘就赢哦，对，太太太太听牌喽。我觉得现在Yoro应该脑袋一片混乱，一片空白嘛，尤其太太刚刚忽然跳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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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到现在那个地方还是在解摔，克服不了这个下中角，现在换 Yoro 受不了了，晕了，要结束了吗？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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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哇！我发现 Yoro 搞不懂太太那个下青角，这个心理素质可能还要再加强一下，还要再加强吗？太太只不过去楼下买菜，你就受不了了吗？好。他抓如果抓，我觉得Yoro可能有时候他找不到进攻的点的时候，他会比较他会比较，他想急于找出进攻的点吗？这边还很难说了，还很难说，对，他还是有机会，稳稳打，稳稳打哦。Yoro 的红攻刚也是血量优势，一度一度让太太受不了，我觉得这个对攻要出来，可惜哇，还有好险。OK， 哇，他其实刚刚可以顺一杀的。对，没错，但是太太选择不要用这个东西，顺杀药就是让你毙命哦，不然后面什么都没了。只有资源用完也是可惜。哇，移动宝贝原地跳打，好，做一个 set， 有了段，有了，有了 ，SA， 有了，漂亮，有了，漂亮。这边还没死，可以再做一个套路。他前面多加那个中角，哎呀，哦，不错，怪套路啊。没有，他可能是想低空加嘎啦，但是没出来，但是落地你还是会习惯性他们的摔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萨克刚好没接到。哇、wow, 这个第五十精彩啦。Yoro 加油 Yoro。Yoro 加油再打回第五十。看得出来其实每次气功完之后 ,Yoro 会有习惯要出轻加嘎，然后萨克就会很顺的把你掉。其实这都是一些小习惯，对。抓到了，抓到一次了，总算抓到了。Yoro 不铁摔了，直接让你塞了。Yoro 铺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了。他忍很久了，你看。有了，这个好东西，这好东西，这不错，这个不错。我觉得这个好东西啊，这个是好东西。来啦 ，Deuce，Deuce，Deuce， 哇！场边又听到有人在鬼哭狼嚎了，就是我们的公馆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保安可以把他抬走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啦，又 Deuce 啊！现在双方7-7，7-7，7-7啊！萨克就想说：“哦，我累了。”好，我们这时候考验萨克了。我可以不要打了吗？萨克长脚说：“你怎么还不赶快死？你快点死好不好？”我觉得萨克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当他腻了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自暴自弃，他就自暴自弃。所以这时候就比持久度了。对，他我们看看年轻人会比较。年轻人这时候就有优势，体力。体力啊，体力就是优势。我们看年轻人，年轻人可能体力有优势，但我觉得心智上未必啊。啊，对。看看 Yoro 能否把气势挽回，就靠这一场啊！现在最少还有两场，对，最少还有两场。看啊，哇，又踢掉，习惯，真的，对他抓到习惯了。Yoro， 你有习惯被抓到，小心哦、喔，连这个都被抓到哦、喔。我就说实在话，萨克是属于真的很知道怎么对应加加 key 的人，对，所以不要乱做，好好拳脚进攻，比较务实一点。可是相对的，我觉得萨克他在解摔这边就是还好而已，就是解摔的几率比较低。人嘛，人总是有弱点的嘛。对，有优点就有弱点。对啊。哇 ，Yoro 气势一下回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太太，太太如何应对嘞？哎、欸，哦，小卡动，但是没动。OK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反光？吓到，没有连看到，失误，可惜。太太累了吗？哎呀，又是你累了吗？太太，哇，又哇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而且太太放枪机会变高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他从刚放枪，而且放枪真的累了。太太累了吗？哇，这个好，不错，好东西。哇，这个也好。哇，真的吗？他是用下周拳对应空中加嘎耶。这个胡来吗？我被踢到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这样怎么想，但是他做的这一点做得好啊，做得好，好，做得好，好就是好，虽然很胡来，但是做得好。OK， 好，不让你 SA， 不让你 SA， Yes 有确反，虽然是两下，对，因为太太不让你 SA， 痛了，持续时间打到。OK， 原地跳是好东西，我发现。哦，对，这个加 key 会提下来，原地跳可能会赢。对，没错，好。
有了，我有了，好习惯，不错，好习惯，好习惯，完全没偷懒。再来一个，但是小心萨克太太，他有安全掉了，不要随便，危险哦，太远，那是空中加卡，那是空中加卡，不是地面加卡。好了吧，又要放烟，地面的，地面的，什么？怎么会是空中加卡？太太太太，地面挡住没死，没确反啊。有了，他想说 Yoro 是不是类似刚刚又会喷的嘞？好 ，Yoro 领先了 ，Yoro 又领先了。这个时候气势就有差喽。啊，接着来。烟火没打到啦，好，现在比数 Yoro 领先啦，8-7，八比七了。Yoro 刚忍住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真的，要忍住很困难呢。所以还是没有那个萨克控制的比数，是说他落后两三场是吧？落后两三场，刚刚好就对了。好 ，Yoro 听牌 ，Yoro 听牌了 ，Yoro 听牌。那我们看一下萨克，萨克应该不急着买菜了哦。大概不想买了吧，现在超市应该关了。今天你出去吃啊，不准不煮了。超市应该关了哦。好，我来看一下，撑住啊，撑住啊，撑住啊，太太撑住，太太，大家还没看过瘾啊，太太。火山，哦，火山这一点的话，听说有人都觉得这边很讨厌，防御的时候不好防御，因为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气功啊。哦，还有他跟你肉的颜色也蛮像的，哇快晕了，要晕了，又要切下段。哎，我觉得 Yoro 很好用。Yoro 是不是下他的下档是坏掉了？我不知道，抽到没有？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他一定是想要做什么解摔，或者是想要挡什么方向。但是我觉得你好歹凹个升龙吧，我不知道，你试试看，你中五次你凹一次升龙，太太摆明你的命中100%，他一定一直用的嘛。SA 这就是哈妹的精神。康斗完之后直接连盾哎、欸！太扯，太太，哎呀，太早太早了。有了 ，Yoro Yoro 最喜欢这种东西。S 有了，防不可防，这是不可防，应该是不可防。啊，昏的要昏的 Yoro， 还有太太，忍住忍住忍住，太太忍住了，太太，我说 Yoro 要忍住，太太的耐力是一流的 ，Yoro 要忍住，来了。近身来了哦，后后他发现乱出可能会死，他发现后后是好东西。这个地方乱出加拉 key， 只要一个。但是如果你再继续后后的话，躲萨克的下段，萨克应该会附带一些东西。他现在应该是用想要说用战众拳跟你换血就好了，不要管，不要不够升龙拳的。但是万一跳入的角度好，战众拳是挡掉的，很难说，因为我其实不是很确定狂鬼的那个跳攻击的判定好不好，毕竟不是每个人跳攻击的判定都好是吧？对。哦，不给你，不给你确反，后摔超强。哦，前摔有了，危险了！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，太太快没血了！太太，太太加油啊！好，Yoro看起来冷静多了。太太Yoro现在看起来冷静多了。因为他现在大好的局势啊，现在萨克要好打到现在还在冷静，靠什么？太太，这位太太，这位太太，太太。有了，有了吗？哦，太太，天哪，太太！哎呀，不能怪他啊，不能。其实刚刚萨克那个后退，其实我觉得是聪明的。真的吗？因为他那个瞬间，他有可能会勾神龙拳的。他如果勾了神龙拳，他其实刚好逆转，他刚好。真的，这场结束了，谢谢太太。